进来。你们像变态呢。都进来。你知道你犯啥罪了不？我说来听听。脾气带爆，打我太有劲了，数罪并罚，斩。你这腿怎么没劲呀、啊？你这 O 型腿能饶得了谁呀、啊？怎么没劲了？谁是 O 型腿呀、啊？咱来换一下，我斩你。啊？我来了。6790高。走。你很会玩吗？嗯。出来混，长得不是背叛，长得是致命。原来是小月三啊，怎么办呢？他说你穿越当皇上，我当皇上，以咱俩关系，你会咱俩没关系啊。好好说，以咱俩关系，你会做什么呀？是你白灵，你想太妙啊！开个玩笑，开个玩笑，看你这么有劲，怎么着也得是个武将。武将也行，起码是个官儿。那朕就封你为镇远大将军，无招不得入京。就是你我去，能是吗？没有没有，你的技能也有，你的技能也有，我看不清，你的技能也有，那我封你为大内中广，中广内一宫替我把把关，行不行？行不行？啊啊！假装在饮料那加东西，他木木什么反应？那正好，你麦片泡好了，我先去洗碗，碗我洗了。那我先去拖地，地我也拖了。衣服我叠了，快点拿了，猫粮也到了。那，你最近遇到啥事儿了？没有啊，你快喝，都要凉了。哎呀，你想啥呢？真的是麦片啊。嗯，不早说嘛，我就是。你吃的是什么？维 C 呀、啊。维 C 我也要吃。哎哎，给我呢？没了没了，就一片。哦、你干嘛呀？我看看。行，那你给大家看看，你跟他们说说你咋了嘛？你出轨了？不是，我出什么鬼还出轨？睫毛？那不是你的睫毛吗？我有我的。怎么就不是你的啦？你从来不戴假睫毛，到底是谁的？不是说了话不要和衣服一起洗吗？明行下三桌嘛。说了多少次都记不住，既然如此，那我就一双又一只。一只一只的呀。鞋子不好好放，乱扔是吧？那就别放了，直接给它藏起来。你看他还挺别致的，每次擦完的快递盒全都摆在这。这样我有用。什么用啊？只要在爱回收上参加春日打包计划活动，把不要的快递盒投递在附近的回收机或者门店，就能免费领纸巾了。那上次领的纸巾已经到了。还真有啊。嗯，不同的类品回收领到的东西也不一样，像什么咖啡券啊、美容仪啊、猫粮、狗粮什么都能领。哎，刚才订宝的猫粮刚好没了，我看看。刘安收衣服了。哦，等一下，衣服干了你不收，那就永远别收了。衣服怎么还没干啊？太烦了，走吧，出去吧。你把文永山还给我。你说什么啊？你长头发的时候大家都说你像文永山，虽然是个山寨低配版的，但好歹还搭个边呀。你看看你现在干嘛？现在都不像个女的了。我就想再感受一下拥有文永山版女朋友的快乐嘛。求你了，让我再看一眼嘛。记得穿那条黑色的。干嘛？不是你让我穿这件衣服吗？衣服没问题，就是你这发型吧。哎，你不是有假发片吗？去，快去把假发带上，快快快！嘿嘿，有那味儿了，好像还差点什么。发型都给你整上了，你别给我得寸进尺。我知道了，还差个道具，你等我一下。这才对嘛，文永山本山。别人都是红酒，你这是什么？我们之前经常喝的呀，这么巧。
装上啊，这是他上次两次给你撂的，不用装的吧？这八度呢，我也装不了了，不过保证不带你潜水。现在酒也有了，衣服发型也到位了，是不是该展示一下了？展示什么？消失的他经典片段呀。老公，我要你的全部。我送你礼物不喜欢也没必要发脾气吧？你还好意思说？看你送的是什么？这不挺可爱的吗？可爱，喝水来。那你换一面喝试试看。是谁塞满了我的书包？你送礼物就不能好好挑一挑吗？我就是想让你开心，送你这么多你都不喜欢，我真不知道送什么了。那你送这个呀。哈哈，我每天都在喝的伊利红参奶粉呀，正好之前囤的喝完了，你再帮我补一波。那里面还有5年的长白山红参，搭配上桂圆和枸杞，对我们女生真的很友好，好喝又营养。怪不得你现在都不喝奶茶了。红参上奶糖可比奶茶好多了，不额外添加蔗糖，减脂52%，每天一杯，暖乎乎的，还不怕长肉。这也太贴心了，那我以后就送你这个了。刘岩，咋了？这是啥？送你的礼物啊，红参奶粉配鸡，看起来就很补，怎么样？是不是很合适啊？哎，我开玩笑的，那这才是送你的礼物。默默，你起来换衣服，一会儿再把衣服给晾一下。哎呀，睡着了，还想说送不完带你去吃小火锅呢。哎呀，都吃不上了，改天吧。就你还想着减肥呢，你起码起来动弹一下呀。动不了。我来吧，我来。我一天晚上。好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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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呀。还得是无语的，我现在使不完那劲儿。哎，你这耳机啥时候买的？之前没见过。这新买的贝斯艾里开放式耳机，感觉咋样？挺舒服的，戴这么久耳朵都不痛。那当然，这个耳机每只只有9.9克，不入耳的款式，戴起来更舒服，一点都不伤耳朵。之前的耳机不是老丢吗？这种耳挂式的设计，狂甩不掉，以后在外面再也不用担心耳机会丢了。这个好，舒服还方丢，音质还不错。这是我给我自己买的，你看这耳挂设计多帅呀，跟我多合适啊。在谁手上就是谁的。怎么下个屁？怎么在家就这些啊？走，我带你出去吃。真的？那我穿个衣服。是啊，在家吃泡面味多大呀！上次进去不能吃，里面呢？注意看，这个女的开始嫌弃我了，不跟我吃一个冰淇淋，非要买一个新的，还人身攻击是吧？这是你说嘛，这是正常吃吗？随便给你加香菜啊，加香菜更好吃啊。吃香菜。哎呀，又不是不给你吃，你来姨妈不能吃冰淇淋，你又不是不知道。我就吃是吧？给你放点红糖去去寒。还丑，肺都黑了。黑色皮肤多帅呀！啊，上有政策，下有对策，这下他总找不到了吧？趁他去排泄，抓紧整。嗯。干啥呢？哎呦，找这个呢？不是，我膝盖疼。没事，整一个。啊，不用。新款。好款就行。好臭，这个。啊，不用。那只有5根。不要。让木木去做，他的准备做的是。我看你在炒菜吗？我正在叠吗？那你一起把床单整理一下吧。干嘛？我也整理的，我们正在干嘛？你干嘛提前说啊？啊，好好好。哎，宝，你拿个纸巾。你先喝了吧，拿个水杯。那你先去喝点水吧。我不喝水，我健身。干嘛还生气啊？提前说，一点都不好玩，真的卫生气的。好好，那你先坐下休息一下嘛。